台北工厂一采双导演制合作模式，台湾新锐导演和外籍导演合力创作，呈现万分精彩的台北风情。一个智利人，一个台北人，所以从下飞机那一刻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摸索，这样讲有点古怪，但有点在品尝彼此吧。即将要消失的东西，你要赶快把它拍下来，有一种莫名的急迫感、嗯、这次的取景是在花光社区，我想要去那边至少替他留下一些影像的部分。最后他诠释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的、嗯、但我们拍了三天，光他的戏每天都拍一次，因为他每天只能哭两次。我记得第一次高级大哥往下跳的时候，游泳教练找不到他、哦、因为他游太快了。那个求生意志让他游得很快。求生意志。异想世界本周带您深入独一无二的台北工厂一，每周一至五下午5:30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